它有分尺寸 S 买 S M 买 L 买 L， 而且你看我这个直播的镜头捏起来有多软多薄，然后它大概中腰的位置，然后呢它的剪裁是外车缝线的紫色线条，很可爱哦。然后弹性度呢，我穿 S 号都还有，长度的部分 Nera 身高161公分，不长不短刚刚好。它这一次小腰扣是做假的，这是一个韩国和现在很流行的造型，就是让你们那种腰收起来腰收起来的造型。卡色是我觉得可以穿很久的颜色，转换季然后或是偷装都可以继续穿，然后它的布料是夏季的面料，又很保暖，完全不会跟旁边的牛仔撞衫，又超有型，然后央视有今年可爱的元素，紫色、茶色跟我们的绿色来套分尺寸，正常戴就好。